怎么让小小的钱做最有效的投资，获得最高的投资报酬率？如果您有250万，恭喜你，眼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你可以月收到租金4万多块，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吸引人呢？这是一间公寓3楼，目前是有规划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是2房2厅，一个是1房1厅。那所有的配备都非常的完整，有变频的冷暖气，然后跟变频的洗衣机、洗脱烘，所有的配备一应俱全，所以在这里的租金效益非常的高。这两个单位目前加起来月收大概4万5左右，缴房贷都很省。所以简单计算一下，今天我们只需要自备款250万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每个月收到4万多块的租金。换算一下，2年下来您可以存多少钱？有这么快，有更好的、更高效率的储蓄方式吗？而且我们先不要以房价上涨为前提哦，就算房价都不要涨的情况下，2年下来大概可以存到将近100万。那何况是房价上涨之后您再卖呢？所以心动不如赶快行动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